港界线了，信号兵注意，发出旗语，是他们。香港，你好。 要走了，嗯，要多久？这我说不好。任何事情都有结束，随之而来是个新的开始，对吗？可是很多事情，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把握住的。我真不知道，生活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里面。 是好事，还是坏事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们都要经历。只有这一点，我们是不能选择。梁博都对你说了？是关于怀表的故事。对，他把怀表给我了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说是你以前的海德公司。海德公司怎么了？那是他叫人买下来的。 他把海德买下来了。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时候，他会不断地丢失他的东西。等他老了以后，他又会原路返回，去寻找他曾经丢失过的东西。梁博不单只帮你买下海德公司，他还帮你买下。 在香港很多抛出来的地产，你还记得9年前我在屏东山上面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我对你说，我做树干，你做枫叶。我也说过，我不要做枫叶，枫叶每年都要落。我记得。 我再也做不回一直受你呵护、受你保护的家业了。对不起，程爷，我要走了。我来送你吧。不用了。还是我送你吧。先去昂山州居民，然后。 机场，嗯，走吧。
怎么了？进岗第一天就放假了，不干活了？哦，送我，呵呵，送我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呢，来一个拎箱子就行了，呵呵。金大为，到。我看出来了，这里边一大半是你红衣爷的。你想干什么？要搞那个送战友那一套？你把人给我弄回去。金大为，送给我的？不。请首长为我签个名。签名？签名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明星。在我眼里，您就是明星。